我在这个单位部队待了整整28年了，也用过很多武器，操作过很多装备。说真心话，我最喜欢的还是这99A坦克，不单独，因为它先进，更重要的是，它不但有自身的防御能力，而且呢，它主要是进行突击，要点把控，快、准、狠，整个对99A坦克来说呢，这些都不在话下。我是陆军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1级军士长丁辉。《狂怒》这部电影，它讲的是二战末期的一个故事。这台坦克在这次行动当中，他们的班主5个人发挥的就是这种作用，这种效能是很大的。他那个时候完全是机械化的这种装备，但是根据不同时代的发展，到现在我们是数字化的装备了。现代化条件下战争，实际上我们不强调单打独斗了，我们强调的是联合一体化作战，陆海空天。你比如说，我的坦克、我的战车可以呼叫直升机，战区主战。无论是大型的演习还是真正的作战，我们指控中心自己可把指令下发到单车，单车完成指令操作。其实有一个经典案例啊，大家并不陌生，就是在2020年，阿塞拜疆凭借着查拉一体的无人机对亚美尼亚的地面装甲目标进行定点有效打击，扭转了战局。好多人说，是不是我们的坦克装甲在未来战场当中没有用了？我想告诉大家，不是。你虽然有了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你考虑到防空了吗？我有防空力量和我的防卫力量，就是为了保卫我的地面目标。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一些高科技手段来作为防卫力量。所以说，我们的坦克装甲车是不可替代的作战装备。在这个大家伙大铁疙瘩身上，他可以感受到战场的态势。这一句话我想完全可以解释我们这 99A 坦克它的智能程度、先进程度。在开启设备系统的同时，它会提示我敌坦克或不明装甲目标对我进行威胁，它会甄别出来，而且提示我们的战斗员是否进行打击。我的 99A 坦克编配的是数字化的04A 步兵战车。 99A 在我们突防的过程当中，它一脚把门踢开之后，我的战车搭载我的战斗成员直接冲进去，散开步兵下来以后进行作战。他俩就像兄弟一样互相搭配，取长补短，发挥它最大效能，达到了取胜的目的。我5次参加大阅兵，4次驾驶装备方队第一车。我们大家看到阅兵，主要是展示我们的综合国力、军队的发展变化，气势磅礴。我们这些装备啊，是从训练场走到的阅兵场，并不是因为阅兵而准备的这些装备。也就是说，我们从训练场、演训场可以走到阅兵场，也可以从阅兵场直接走向战场。我是28年的一个老兵，我们每天与装备打交道。我们军人只有2大任务，一个是准备打仗，一个是打仗。一声令下，祖国的需要，我们第一时间冲上战场。战场无亚军，那就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在此啊，我想借助这个机会和大家说一句话，请大家放心，一旦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我们该出现的地方。